喜有大愿，不求自得啊，是偌幸福的代志。本来啊，咱唔敢想要愿望，咱会当成佛，却是佛陀呢慈悲啊，伊发现了众生人人本具佛性，佛陀伊希望众生家己会当发现着，这就是啊，咱一定爱深受信解。大圣妙法莲华经第四品信解品是中根器的四位上首弟子因为前面三品开示而深信解悟，共同对佛陀说法的回应。信解信啊，就是爱信受，咱若有相信，咱会当接受法，法入心嘛。咱所接受的是一心实法，那就是大乘法啦。那解呢，都爱深深体解。体解大懂，法无上心。逐天三皈依呀，敢毋就是皈依佛，体解大懂，法无上心啊？这是咱逐个人对佛的誓愿，只要你有信受，只要你有体解，信解并将就入菩提道啊。信解品啊，开始咱就会当看到慧明殊菩提摩诃迦犍连迦叶啊，这个目犍连等等啦，所以修连刷呢有四位表达出了这份愿意发大圣心，对大圣法开始深信理解啦。所以佛陀呢就开始要为因受记哦。不过呢，这以前毗卢品的以前，因拢无有一点啊讲吼，那家己自就讲我哪会干那各家都好，我哪会未晓要搁精进，一直到甲下里佛受记的时，因才开始知影讲。哦，原来舍利弗受记就是发大心，所以啊，从安尼开始自生疑惑啊，我较早干那修的消性法，安尼感到开始自问啦、反省啦，即对家己开始有怀疑，所以家己呢开始反省。后来听到佛陀用种种方法来披露，才开始呢入信解。
佛陀座下的四位上首弟子从譬喻品看到舍利佛，虽然一直以来都是智慧第一，但终究仍是小圣声闻的阿罗汉，想不到却竟能得到佛陀授记，未来将成为华光如来，印证了方便品所说的众生皆可成佛，因此信心大增，感觉到自己也有成佛的希望。四大弟子就在信解品中虔诚忏悔过去执着小圣，未曾发心，现在开始愿意走大圣道，行菩萨行，愿成佛果。不只是佛世，那当中的弟子，人人有这样的本领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跟两千多年前佛法会中啊，灵山会上听法的人要有同样的心情，我要发现到了这个稀有大法，我也是有所得啦，因为人人本具，所以不求自得，自己要相信啦。我们常常说要有自信，我们信佛所说法，我们要有自信的，我们就像将来也有成佛的可能。信解品的开头，释菩提啊，加前言，摩诃迦叶。摩诃不见莲，这四位僧团中啊的领导者，就是基经之首，从随佛数十年间，年龄啊也随着时间安尼直直过啦，现在也已经呢。年迈了，吼！今晚要做虾米呢？无所堪忍啦！我这聚会啊，搁会当做虾米啦？我要做，无法度，其实啊，佛陀既然甲咱讲，佛性平等，只要咱身体健康，会当做啊。只要我们头脑清楚呢，法听会入来；只要我们讲话清楚，道理分明，我们也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啊。看看我们凡夫菩萨啦，你看看，有的呢，上百岁啊，他也还在做凡夫啊，他说我真感恩哦，我感觉我足有路用的啊！我会当吼保护地球啊，我会当呢为子孙吼啊守护好好啊！真呢，看老人啊，伊无放弃伊的时间，伊都是把握时间啦、啊，实在是好人。真敬佩，其实呢，入来就是要听话啦。啊，话听了后呢，就是要改咱的心性啊，互咱知影过去呢有真多的错误，互咱现在呢会当及时改过。啊，就是要赶紧呢改过了后呢。把握当下，知影生命的可贵，知影呢生命无常，都爱赶紧投入。这咁都爱有虾米明星才会当去做嘛？所以有真侪人都、就是
安尼伫咧想，可能甲迄四位长老啦想诶共款吼，那即种无所堪忍，我遮侪岁啊，啊我到底是要做啥物事？常常讲啊，这我无信任啦，即句话常常安尼讲吼，啊这我做袂起啦，即款诶就是无信尽心啦，是因为安尼不求大法啦，所以这就是声闻缘觉，因唔敢向前前进，那就是阻碍着家己障碍诶生活诶机会。明明咱人人本机会性，人人心通广大，但是咱就是互这个障碍呢，啊，甲咱束缚着吼。唔过呢，知影反省过去、忏悔过去，就是伫要接受的开头啊。咱嘛替因欢喜啊，吼啊，干那替因欢喜，这就是爱感恩。感恩呢，这四位长老，伊呢献身施教，互咱知影。唔通想讲咱老啊，唔通想讲咱是哦积精积寿吼，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有众生之处，即是菩萨修行的净土，其实只要有众生的地方，佛陀呢就是希望人人爱发大心啊，爱成菩萨道啊。那菩萨道呢，唔是干阿伫僧团内底，就是有众生的所在。无不都是修行的地方，不只是人类，哪怕呢地界五鬼畜生啦，同款也都爱有菩萨啦，伫迄个所在救济众生，这是佛陀的目标啊！家己自动自发要去救人诶，度化者就是菩萨，所度化就是众生嘛。啊，因为安尼叫做教化众生，吼、哦，成就众生。啊，政府国度都爱从菩萨开始，令去度化的菩萨，随着众生啦。不断不断去付出，主动去付出，付出无所求。那众生呢，一回一回啦，被救度，安尼呢，伊嘛会受度化来，同款呐，也会当成为菩萨。所以咱会定定讲。咱爱菩萨救生啦，咱呢爱殷勤啦，咱若有用心教化，自然呢，在众生都会接受，还接受呢成熟啦，根基成熟，都换因嘛会当去度人啊，所以咱爱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吼，啊，在众生那会当受度受化，啊，这几个国土拢是清净啦。咱应该呢，爱搁再发大心入大愿啦，即马才开始，这殊菩提代替大家人告白啦，这个心声吼。
道的弟子中啦。较早感觉这佛是向菩萨讲话啊，啊，甲我嘛是无关啊，所以过去呢，拢总心无希冀啦，一直呢认为我安尼都有够啊，却是即马已经知影声闻发大心修菩萨行啊，同款会当成佛。因为佛陀向大家人讲啊，过去呢所讲的是消性法，其实人人应该有具有呢大根基啊，修大法啦、啊，这叫做开三显一吼。其实佛陀并不是要讲三种法，佛陀呢一心一意啦，就是干那要讲一种法，那就是人人会当成佛。但是呢，人人共同一条路，那就是菩提道，爱行菩萨道，立人群，广度众生，这是佛陀的目标。爱要人人呢，拢会当了解，就亲像伫咧赞叹地藏菩萨共款呐。地藏菩萨呢，就是付出为众生付出，不管什么时阵，是不是会当成佛啊？我就是为众生付出，就是对啦。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叫做发大心立大愿，从开始伊就有安尼的大心大愿呐，安尼伫咧付出。所以时时都在欢喜中，甘愿呐，欢喜在咧付出吼。那修行，咱应该呢向地藏菩萨看齐啦。所以讲，唯有一心，即稀有之法啊！这实在是真稀有哦。听到这种，这个法心归一吼，那、哦、法归一啦、啊，大家人都会晓要专心呢，向这条路行，这呢，这是所得到的呢，真正是真欢喜，已经呢。透彻了解啦，这个欢喜的信解已经侵入了呢，这个、整个生命的细胞的内底，你整个规个身躯的细胞啊，都拥有欢喜。那啥那欢喜个会跳起来，啥那欢喜个遐尼真轻松，遐尼真自在呢，真呢。就是真正透彻心深的庆幸，迄种的欢喜吼，啊，这唔是亲像咱凡夫安尼，譬如一阵的欢喜就过，迄是因生因劫，所以这种无量颠簸是不求自得啦。无量的颠簸啊，是世间的人人所追求的。但是修行者呢，伊所追求的是比颠簸搁较珍贵吼法啦。其实颠簸是世间有形的物质，有形的物质呢，即要消失去的时阵，有形的物质呢，那带未来呀，更也带未去嘛。但是唯有呢。真实妙法呢，才是真正的。咱的生命中，生中咱的慧命，咱的慧命呢，才有法度呢，把这个
烦恼业力拢总断除吼。啊，唔过呢，要用什么来比如最价值、最珍贵、最欢喜呢？无法度搁再来形容，就用无量珍宝来形容吼。那是所听到的法呢，完全完全是佛陀的内心本怀，拢总剖析出来，坦然呢，予大家人会当了解啦。这真正是千心难逢，这是真实的啦。那真实法啦，是千心难逢啊。唔知道要再归生归劫啦，才会当阁断掉分。要断掉分呢，唔是遐简单啊。所以咱爱用心，爱深解啦。啊，人生庸庸碌碌啊，所求何物呢？何你求到真多啦，你还阁是无满足啊。啊，所求的呢，就是何你得到啦。那瞬息无常，还阁会当带走什么物件去呢？无法度，唯有呢发入心。那活络伫咱的整个细胞、全身的细胞啦，拢总呢真快乐、真欢喜，佛法呢会当助长咱的慧命啊，真呢无求快乐。付出无所求，安尼的人生啦，甘是最快乐呢？所以佛法在这里千生万世难逢啊！现在咱会当得到这样一件深深微妙的法，在咱的生活中，咱敢会当无好好用心啊？修筑这念的信解深深妙法呢，所以要时时多用心。